这节课继续讲袁世嘉。在袁世嘉中，倪瓒和吴镇是两位性格比较特殊的人物，恰恰可以满足我们对文人画家的心理期待。所以今天就主要围绕这两个画家来谈一谈他们的人品和他们的作品。倪瓒被称为高士，是一位有节操、有特殊品味的历史人物，当然他也是一个。 高雅人格的这样一种象征。倪瓒有很多故事，比方说他有洁癖，凡是别人碰过的东西，他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。另外呢，他也不喜欢和人见面，他的画面里面也不喜欢画人，他有一句话说：“今世哪妇有人？”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，这样一位清高的、有洁癖的这么一位高士。 倪瓒在40岁之前呢，家境是非常富足。他家里有大量的田产，他还在自己的家中修了一个清米阁，就是一个图书馆，里面放了大量的古籍，另外还有一些青铜器啊、鼎仪、琴书、字画、碑刻拓片等等。全国一些著名的文士和富人，有时候都会慕名前往拜访。画家兼收藏家，这也是文人画家共有的一个特点。元末时期。 倪瓒40岁以后，江南地区陷入了战乱。倪瓒晚年最后10年呢，基本上就住在船上，在太湖啊，还有山脉谷一带四处流浪。他的作品我们看啊，有一种图式上的创新，叫两山隔水。这种山水画有一个重要的特点，就是前景和远景距离拉得很大，水面的空白处留了很多，然后近处的。 树和远山没有交叠，没有一个掩映关系，没有遮挡关系，所以画面就会显得非常疏朗、开阔。另外呢，它这个山呢不是那种倾斜的山啊，是一个平行的一个山，和我们有一种对视和对望的这样一种感受，所以它的这个画面感觉就比较安静。它这种两山隔水的构图方法，其实就是河景山水。 和江南文人的日常生活经验是有关系的。倪瓒有自己的私家游船，他40岁之前经常坐着自己的游船旅行，然后把所看到的、所感受到的江景和景记录下来。40岁以后呢，他也是在不断的漂泊，大多数时间都在船上啊，坐在船上四处游荡。他的这种经验就进入了他的画面。除了题材，我们看他的技法。 倪瓒在皴法上也发展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技术手段，那就是从董源和巨然的披麻皴转化过来的一种新的皴法，叫折带皴。什么叫折带皴呢？就是像一个长长的带子，然后折一下，弯过去。它这种视觉效果呢是比较适合表达江南地区的坡岸，特别是水边的坡岸，也比较适合，就表现一些长条形的石头或者是石块。 折带皴是中锋和侧锋一起混用，有的时候钩和抹的技巧也直接杂糅在一起。比方说像这个线条转折的时候啊，就会有一种抹的方法，就像黄公望说的一句话：“用苗处糊涂几笔”，这就是墨，笔和墨都连在一起了。折带皴是倪瓒的一个贡献。上海博物馆收藏了倪瓒的一幅作品，叫《六君子图》。这件作品很典型的体现了我们刚才。 所说的这两个特征，这两山隔水，然后折带皴，这两个特点都得到了非常明晰的一个呈现。在明代的时候呢，江南人家以有无倪瓒的画作为区分人家雅俗的一个重要标志。谁家里藏有倪瓒的画，那这户人家必定是读书人家，是有高雅品位的一户人家，是所谓的书香门第。 这就说明，至少在明代的江南地区，人们对倪瓒是有很高的一种认同。 我们再介绍另外一位画家，就是文人画家吴镇。吴镇是一位隐士画家，元明时期，很多隐士其实不是真正的隐士，很多高士也不是真正的高士，他们都喜欢呼朋引类。 诗酒流连，相互拜访，经常举行聚会。但是吴镇却相反，他是一个真正的隐士，他自己呢
在住宅的周围种满了梅花，自己称自己是梅花道人，落款上也写的梅花道人，然后常年的孤独的停留在自己的住所，特别是到了晚年啊，更是甘于寂寞，甘于品味这种孤独的生活。吴镇他的画很有特点，在构图上他发展了一种新的方法，就是平远和深远兼具的一种构图方法。在画面上侧面有一座高山啊，远处会横过来一片江景，这就是深远和平远兼具的一种构图方法。当然这种方法就是古人也用过，但是吴镇呢也比较擅长用这个方法啊。另外呢，他呢主要是特别偏爱这样一种构图方法啊，所以画面既有幽深的感觉，也有一种开阔的气息。吴镇的画面特别的奇啊，气象奇绝，这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啊，当然这是构图。今天的话来讲，就是他的构图方法很特殊，他擅长用一种特殊的手法，就是把地平线要么是抬得很高，一直抬到画面最高的位置啊，要么是把地平线压得很低啊，把地平线压到最低的位置，比近景还要低出很多。这样一种地平线上和下的剧烈的调整，让他的作品显得与众不同。这是吴镇的画在构图上特别有特色的地方。我们看他的鱼腹图，或者是看一些他的这个松泉图啊，一些松狮图啊，会得出这样一个判断。吴镇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作品《中山图》，这幅画呢值得我们去好好看一看。这幅画实在有点令人不知所措。这幅画非常特殊，在中国画中我们很难找到一件和它类似的作品。它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很不完整，好像画面的下面这一半好像突然就没有了。在这幅画面上没有瀑布，没有溪流，没有人物，没有房屋，甚至连舟桥、径路这些暗示空间的信息通通没有。这件作品呢，我们也看不出它的气候条件，甚至还看不清它的季节，也没有云雾这些形象，整个画面就是在一片沉寂之中存在，在永恒的沉寂中存在。这就让这幅画的气质显得非常特殊。这种气氛也许就是我们说的董源和巨然的心法，所谓的平淡天真。好，吴镇在画画的时候就有这样一种气质，他特别喜欢选择一些平淡朴素同时又充满诗意的真实的题材，而不是那种概念化的题材。小溪、石块、一棵树，这都是很平常的景物，但是这种题材呢在吴镇的笔下就表现得非常有意味，非常的有生命力，特别的真实，特别的朴素，同时又特别能够打动人啊！这种平淡天真之美往往胜过了名山大川，胜过了那些有宏伟的楼观庙宇建筑的这种山水画。他的画面我们说非常令人感动，这是他最大的一个成就，就是平凡的题材反而画得令人感动。我们再看一下吴镇的用笔，还是这幅中山图。这幅画里边比较明显的、比较充分的表现了吴镇的笔法。什么笔法呢？就是中锋，特别喜欢用中锋。画《琵琶春》的时候，他也是用中锋直来直去的扫。这种笔法啊，就是比较粗阔的，这个中锋啊排笔，有点像巨然的这个传统。在吴镇的画面上，每一处用笔都是这样，就是一排排的，甚至是平行的这样扫过去，气势特别的奔放。这里看不出跳跃的线条，而是像色块一样大面积的这个排列。在这里呢，笔法和墨法浑然一体。他又重新回到了巨然的风格，改变了宋代以来特别是这个北方画家所惯常使用的那种做法。我们再看一看吴镇的墨法，因为吴镇每一笔都是中锋，所以不露锋芒，同时又会让墨气显得特别厚重。他这种用墨的方法有一种沉着的感觉，而且在墨气的使用上，他喜欢淡墨和浓墨交错使用，变化多端。画面完成以后呢，他会最后再用特别干的这种浓墨和焦墨来点在画面上，所以就显得特别的精神。像后来沈周他们也是喜欢用这种方法。
这里呢，我们有几幅具体的作品可以欣赏一下，像他的鱼腹图。他的双生图，竹石图等等。这些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。好，这节课就到这里了。